好，四位，今天是出道成军第一天，不要忘了看我们后面的高台，挥挥手，动态的时间到了。Open C， 你们有自己的手势吗？有没有？刚刚比出来了，是不是？还是要再比一个给我们？来，志廷也一起哦。好，四位一起一致，给我们后面的动态的摄影。好，我确认一下我们官方摄影师，来看一下摄影师在这个举手了。接下来我要问问看，再一次回到正前方，正前方的大哥们，我们现在 OK 吗？来来来，往右边土黄色外套这边，土黄色在这边挡到一点了，那个YY 低一点 ，YY 低一点点，哎、欸，对 ，YY 低一点。子权这边 OK 吗？子权 OK， 好，来右边哦，看右边，好，回中间，红黑衬衫这边，红黑衬衫，好，接下来看左边，请问一下，我们后方的官方摄影师都 OK 了吗？OK 了哈，好，现在是时候看所有歌迷了。来来，歌迷朋友们，手机拿起来，来来来，手机看一下，我们平面媒体啊、哦，这个电子媒体先拍完了之后，四位可以挥手，可以来，四位一起从左边好不好？从最左边，90度哈，90度正左边。好，接下来慢慢的往中间 ，YY 慢慢往中间，志廷、子权，好，工作人员麦克风准备喽。好，接下来看右边，威润看一下右边，好，一路到最右边哦，到最右边。好，请问一下，我们媒体都 OK 了吗？都 OK， 还要一张，还要一张。来，这个深蓝色夹克这边，深蓝色夹克这边再一张。好，官摄又站起来了，官方摄影师又站起来了，感觉好像再一张都拍不够了，哇，厉害。因为等了这么久的时间，终于看到这四位少年 ，OK 了吗？我们准备想要听他们四位说话。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OK？ 啊，不要。我再补一遍。还有一位没有自我介绍。好，那我们重新自我介绍一次好了。那从他开始。你们从你们那个完整的自我介绍一下，因为这边有在录了。嗯，好，你要开始了。对，好，哥跟各位姐姐好，我是Open Sea 的威任，叫黄威任。对，然后威武的威，责任的任，然后也可以叫我 Winzy。对，然后今年是23岁，然后现在是念大四，文化的国剧系。然后之前有参加大西亚时代二，对，然后现在专长算是饶舌跟创作这样子。对，好，过。好，然后下一位，那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 Open C 的 YY， 然后我的本名叫邱胜阳，那我今年是21岁，那我刚从韩国参加完 Boys Planet， 然后现在回来出道，对，然后我的专长是跳舞这样子，好，然后我在台南读书，今年大四，各位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Open Sea 的陈志廷，那我今年24，是这团里面最大的。那最近就是有跟着团体的计划，然后也有在往戏剧的部分加油。那最近我之前参加《欲望合伙人》的真人秀也正在播出中。那近况大概就这样，谢谢。哥哥姐姐们好，我是 Open Sea 的子权，然后。我要驼背，好 ，OK， 好，可怕，我也驼背。然后我今年是24岁，然后我也当完兵了，应该是目前唯一当过兵的。然后我是算已经出社会，然后后来参加原子少年这样，对，然后现在就是全心全力的在这个团。嗯，谢谢。这是组团，算是也等了一年嘛，因为是节目过后一年，你们才真的有现在这个团体。之前会有觉得没有组团心情没有很好吗？很低落这样子。很低落，其实还蛮可惜的。对，可以讲一下，对，就是没有成团，那个大概有多惨，或者是那个过程是什么？他们可能才听得懂。就是呢，我们四个其实都没有走到决赛的最后，然后都没有出道。然后我们就慢慢的看出道团，然后在人气团欧众，然后甚至阿夸水星出道，然后金星也出道，火星也出道，然后就会觉得哇，大家都出道了，然后我们还在原地。虽然说现在也算是一个艺人的样子，但是就是没有成团，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很刚好在今年就是有这个成团机会，所以真的很开心，对。那会有那种暗自落泪的时候吗？就是说看到大家都成团，然后自己好像还那时候还没有清楚方向的时候。
应该就是会窝在房间里面哭啊，偷哭，是里面到哭啦，就是可能听一些悲伤音乐。可以讲一下那个啦，你为什么在原子没有成团的原因？那个地、哦、对，你要讲一下。其实上原子其实蛮可惜，因为我是从南部嘉义上来的，然后我已经算出社会，然后就是为了追梦，所以才来原子少女。但在第一次公演的时候，原本因为我是天王星，然后其实第一次原本是可以上场的，对，但因为我选人的阶段的前两天出了车祸，然后就变成小拇指可能骨头位移，然后就整只手没办法包石膏这样子，对，然后节目组就是担心说我可能跟着训练会就是那个病情会越来越严重，对，然后就是先把我用在待定，然后室友跟我说就是之后如果就是有康复的话还有机会上台这样子，所以但是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赶快把身体调试到最好，但就是刚好来不及，对，好、啊、可惜哦，对，几乎后期是在节目都没什么，我是在第三公演之后上去，嗯、对、嗯，就那一次，就那一次。你车祸是被撞吗？还算是不小心，可能自己。就是骑摩托车，然后前面突然急刹，因为那时候在桥上，然后机车道很小、嗯，然后前面就突然急刹，然后就来不及，就直接撞上去。对。那除了小拇指之外，它有影响到你其他跳舞吗？现在？现在其实，老实讲，我已经比较少跳 breaking， 但还是有持续在跳，但因为这个骨头其实没有到完全恢复，因为到现在是有点稍微歪歪的，对，就是可能还有一点后遗症，可能力气没有以前那么大，对，目前就这样。你说你已经出社会是做什么工作？我以前在50%，服饰店，对，然后是做摄影助理。哦，对，你是拍那个目录的那种摄影助理是吗？我的工作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的名字是挂摄影助理，但是我同时又是可能介绍衣服的人、嗯，就是拍那种短片、嗯、短视频，然后跟那个直播，他们有那个固定会直播，哦、就当直播主这样。了解，就比较偏模特那一边的、嗯，对。那你们都来自不同的星球，会不会觉得在培养默契上比较困难一点点？其实我们一开始听到是我们四个人的时候，我们四个其实都是意想不到，对，觉得傻眼，就是因为像其他星球可能就都是同一个风格的人，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形象是，有一个蓝图看得出来，但是因为我们四个都是。风格差异或者是擅长的都是蛮差异蛮大的，所以那时候我们组在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组合，我们其实是有点想象不到，就是我们四个人站在一起或是表演的样子是什么。但后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武器，因为让人意想不到跟我们可以做事情的多样性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就不会被风格所定型，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可以去尝试更多的。不同的曲风也好，或者是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优势。对。那在就是成团之前，你们是在节目上有互动的吗？有，可能还是私下熟不熟？我是像我跟子权，其实我们从最早以前原子少年舞蹈营时期我们就认识，因为我们都是跳 breaking 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玩在一起，就特别熟识。然后像我跟YY， 我们是比赛过程中有一个韩木联盟，对，我们有合作，就是那几个礼拜都是，我们从早到晚黏在一起练舞这样。对。然后我跟威认识，因为我们都很喜欢打篮球，所以我们私下就会约出去打篮球，然后有很多篮球上面话题交流。就我跟他们三个都是很多交集的，所以感情算是靠你一个人联系。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你们可以直接讲前几天发生什么事，他们就会懂。没有，我想要爆料一件事情。是你们先讲，前几天你们就公司有怎么样，你可以讲。对，我要爆料哦。那我先讲上一次的，就是我们刚认识，我们刚要组在一起的当天，然后我们就子权呢就说他跟威任当天才追 IG。哇，不熟，没有没有，这么不熟。
他讲错了，他讲错，不是这样子，不然呢？是当天开会前两天才追 IG， 但是呢，但是确定人选之后才追吗？因为我们是很后面，没错，对啊，要加无用的人啊。还没，这个故事还没讲完了。然后是到了，就是我们这样开会的时候，第一次我们大家聚集开会，然后这样，然后我就，哎，子权，然后他又说，哎，什么？子权，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你讲话，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是完全没有交集，对对对对，都不认识，就基本上不太会交流，所以就是我们第一次讲话的时候，我就说，子权，我们第一次讲话，我们要成团的，我未来我们加油这样子，对对对对，就是蛮妙的，对对对对对，那当下会不会觉得很尴尬？对、啊、哦，就是跟这么不熟的人重新开始培养起默契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还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适应力是蛮好的、嗯，然后加上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不会有尴尬，原因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决心，是因为大家都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嗯、所以我觉得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基础下，其实大家合作或者是相处上通常都没有太大问题。嗯、对对，就是大家都是觉得。就是不是来开玩笑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算我们原本不熟，但是我们要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会花时间跟心力在对方身上。对对对。那你们有开始积极培养默契了？可以讲。现在你们住在一起吗？对，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同居。没错。我们是四张床粘在一起。我们家四张床粘。就是像现在，像明天这样。等一下，等一下，你们可以先讲一下这个计划，就是待会也会讲的，先讲一些大概陈述一下。所以我们公司非常贴心的帮我们安排了宿舍。嗯。对。然后呢，我们的房间很特别。那这个部分我们交给子权来讲好了，就是你可能宿舍长是不是？哦，他几乎算是他是舍监，对对对。我是舍监吗？卫生是我们闹铃，卫生鼓掌，我是卫生鼓掌。反正因为我现场只有我当过兵，所以只有我跟军事化训练男生睡就一起睡这样子。然后其实一开始到宿舍的时候，我觉得感觉还好像还不错，因为其实蛮大的。然后后来我们就一间一间去看啊，先可能厨房看完，然后看完之后我们换有一个更衣间，但因为我们一开始我自己想的话可能是两个人一间房间。对，然后更衣间看完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怪怪的，不行不行，有点会粗暴的感觉。然后后来说要开房间的时候，是我们四个要闭着眼睛，然后手搭着肩这样一起走，像火车一样，因为要同时开箱，对，要同时开箱。然后我们志廷，因为志廷是第一个吧，对，然后一进去就说，怎么感觉蛮大的？然后我心里就想，都空空的，没有踩到什么障碍物。然后就我就越想越不对劲，因为那个压迫感很重。就我们四个一打开。就是这样子，四个床，就四张，就是空空的地方，就是我们唯一空的地方，对，很挤这样子吗？对对对，對房间里就是那四张床，对对，跟这边跟一个小走道，就是我们可以躺着直接滚到别人的床。那怎么分配中间左右？我们那时候到我们蛮有默契的，对，因为我们马上就说，有谁想睡哪里？然后我跟子权是想要睡边边，然后他们两个是都没有意见，所以我们很快就分完了。所以就这个座站位跟睡位一样，这边交换，对，这边交换，这边交换，几乎一样。睡那么近会不会有什么困扰？这边我就要爆料一下，好像有人睡眠习惯不太好吧？就是我们那时候第一天晚上睡觉嘛，子权就是睡觉超累，因为他隔天早上超累，他真的超累。就是我们隔天早上，他九点要起来，然后就他不知道什么七点多闹钟开始响，当兵当兵的，这就算了，就后来大家帮关掉，然后我们就继续睡。然后九点半的时候，我听到爆炸声，他说啊，发生什么事？就是哪里有什么瓦斯漏气吗？就没有，他打呼声。我认真，我这些都没有设闹钟，都是他叫我起来的。你说他的鼾声吗？对，说他兼闹铃。对，但我们四个其实都有不同的睡眠习惯，所以就是你也有啊。对啦，来，你讲你有什么？就是我会打呼，然后会磨牙，然后还会说梦话。而且昨天睡觉的时候，子权就说滑滑滑，他讲。奇怪，我还会说你要把脚放我床上，就是没有，他连别的床都要占据，我会滚来滚去，所以我还会说梦话，所以我们就是比谁怎么样梦话，好好奇哦，梦话你自己讲好了。目前还没有发生。那我就是以前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他有一次被我吓到跑走，
就是我忽然张开眼睛，然后对着他，然后说：“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啊”然后手还这样子，太反差了吧？是被附身啊？有可能。所以我跟他们讲完之后，他们就说：“不然就先让我们睡，然后我再睡。”所以我现在超怕的，因为我睡旁边。什么？不会真的杀了你？这边这样要一起睡到什么时候啊？目前预计大概会睡三个月，至少三。现在是第一个月，100天左右。目前是第三天，第三天。目前是第三天。对 ，Open Sea 的那个地补成员。哎，你们怎么知道的？你通知他是不是？通报。他可能自己去看那个 IG 的那个主色系。你最近很瘦哎，杨新汉。啊，这个是自由时报的哥哥，叫新汉哥。新汉哥好。我们讲完了。他们现在在讲，他们刚讲到他们最近被公司住在一起100天。那你们那时候知道要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开心的还是抗拒的？想说没有跟就是团员们这样子合宿过。蛮兴奋，期待的。对，我自己应该是最开心的，因为我在台北没有家，我就都从以前比赛到现在都是一直南北跑，所以这次终于有个家，然后又是免费的，所以就是带了很多卡行李这样上来，大概两卡，对，两卡行李箱，而且我还帮他拿他的行李箱，因为他只带了一个包包。多少？因为我还要通勤上学什么，所以那一天就是还要上完课之后再过去。如果扛行李箱就对，而且但我因为我本身都是东西都比较习惯比较便捷一点，东西都少少的，然后觉得够用就好。还是你习惯穿我们的？目前还没有，目前还没有。而且目前相处下来第三天，你们有发现彼此生活习惯比较不好的地方吗？像是打扫啊、卫生什么的。哦，我们有选值日生，值日生吗？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轮流要打扫，因为我以前的时候有去绿岛打工换宿，所以那时候就在那边的民宿就知道怎么样去打扫什么，然后就跟大家分享，然后每天我们起来就是花个15分钟快速打扫一遍这样子。那你们现在同居生活是不是都彼此都看光光了？对，我们睡觉没有到，就比较重要的地方还没看光。志廷有一个故事可以分享。对对，志廷有故事可能可以分享。什么？志廷是开放类型。没有，因为我没有，我自己睡觉是喜欢就在家都只穿一条内裤嘛。然后我觉得问他们会不会介意这样。没有，他是问我们说。那个，如果我裸睡，你们会介意吗？裸睡，就是我们我的裸睡是指还是有穿内裤。然后呢？大家就说，其实我们就说你不要让我们看到，好像都还好。对，我自己也是穿内裤。对，对。你们有分房间吗？还是他们睡大家一间？哥哥，我们这样。示意图，他们怎么在其他没听到？我们这样，然后就是走道，然后就这样。对，会开心。你可以讲一下你对厕所有洁癖那件事。哦，因为呢，我本身有一点小洁癖，然后我对于马桶的话，就是我很不喜欢，可能站着尿尿的时候，可能那个盖子没有盖起，又掀起来，然后可能滴到，可能滴到也没有擦那个之类的，所以我对这个也稍微一点点洁癖。其实我们都是、啊，应该没有发生吧。我怎么能这样？他的表情好像就是谁最会低？对啊，我是不知道是谁啊，所以有吗？我都坐着、哦，我有擦，我真的低到我也擦干净。你们不如你没有强制规定，干脆都坐着尿。对啊，我是我听他讲，我就都坐着。我自己会觉得有点别扭，但我会如果真的碰到，我会擦掉。对对对，因为我是习惯上厕所可能就玩一下手机。哦，你说尿尿也要分心吗？所以我都会坐着。难怪你在厕所待那么久。尿尿尿个15分钟。那你会管他们折棉被吗？因为有当过兵。有有有，他说他教我们怎么砸，那不是怎么折成豆腐干那种。后来发现好像只有我没有在折。对，结果你没有，只有他没折。有了，还有志廷也没有折啊。没有，我今天早上我就看到你没折，说不行，我要折一下。好，我今天就来回家折豆腐。好。你们要自己下厨吗？还是要叫外卖吗？我们有打算自己下厨，可是目前还在买锅子。哦，我现在连餐具都没有。对，我们现在住3个月了吗？没有没有，刚住3天。刚住3天。对对对。但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会把我们住宿的这个，然后可能会跟我们 YouTube 经营做成一个结合，然后会想一些
对企划，像可能一些什么厨艺大赛，或者什么枕头大战，然后躲猫猫，躲猫，哎、欸，躲猫猫哪里找到了？哪里有这么大躲猫猫？床也没办法躲。对对对对。那如果你真的要办厨艺大赛，你们谁厨艺是比较好的？我们有一个新好男人的代表。当过兵的 是我，因为我家里之前有开过简餐的餐厅，然后大概是我国中那时候，对，然后我是负责厨房，就是可能炒饭啊一些简单的料理，而且我觉得要再夸一下子雀，因为像我们一起到就是新的宿舍，我们是大家一起组装柜子啊、家具，我们大家一起分工合作，但子雀他的速度总是比我们快。对，就而且他是弄完还帮我们之外，然后他还把那个门的喇叭锁他也会换，对，旧的换，他昨天直接买一个新的，然后就现场就换起来。对，你是有，因为我我当兵，没错，这当兵之前当过一阵子水电工，你社会经验，社会历练非常丰富，所以我就说我是最社会历练40岁，40岁，所以就是一些。换那些小东西我都还行，这样对。这样会大家接下来就会很依赖你的，对啊，因为你几乎万能呢、欸，你会煮饭又会换东换西。他应该喜欢被依赖的感觉，没有，他不会设闹钟。我们叫他，他煮，他打呼合理吧？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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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交换尽量打呼，哦，尽量打呼。好，宿舍可以带朋友回家玩吗？有规定说有，我们有另一个公约，然后我们那时候公约就一条一条，然后其中这一条应该在前三条里面就有，就是不能带朋友回来，哦，只能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或毛小孩，对，还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是公司的工作人员，因为有可能我们睡过头要来叫我们。哦，那你们四位都单身吗？哦，四位都单身，都单身，对，你是没讲话？我觉得，因为公司这个并没有硬性规定，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在这个社会上，不管年纪还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相处，你会有时候会遇到好的人，遇到对的人，那这都是一段缘分。那但我觉得重点，我还是希望大家把重心放在我们的工作表现上面，因为这也是我们希望呈现给大家看到的。然后顺便偷偷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最近就会出我们的全新单曲，希望大家好好期待。谢谢。你来了，谁准备在宣传啊？他又老板有训练过。对啊，有这么假？还是你已经结婚了？没有，你的身份证拿出来。真的可以，空的。所以老板就是没有下禁爱令就对了。没有，鼓励你们可能多去感受之类的。主要还是以工作为主，对，工作还是优先。以后总是会有机会来的。蛮期待的，不听话的话就要惩罚。不可能惩罚，不好意思，有一个 ET Today 的记者来了。大家好，他坐进来，可以可以。我一开始你坐进，那今天见面会紧张吗？因为待会会去外面跟粉丝互动吗？我很紧张，不会太明显。就是一定会啊，因为毕竟对多少都会。对啊，成团记者，而且像西门町小时候，我自己的印象就是很常跟可能姐姐来的时候，看到很多大明星在这边办一些见面会。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来这边，也在办出道记者会，很像美梦成真的感觉。对，而且其实还蛮紧张，就是因为今天还有点小飘雨，对，所以会怕有些粉丝会因为天气的关系就没有前来，所以会怕人数会不会太少，但希望是大家都可以来支持我。我们刚刚有偷看一下大概多少人啊？没有，我们就是开盲盒。对，然后我们应该也是闭着眼睛这样。打开又是一个房间，四张床，有四个粉丝。那你们各自的家人有来吗？有，刚好我们四个的母亲都有来。母亲？对，刚因为明天母亲节，对。会不会等下上台会不会哭啊？对啊，因为谁家？有可能，有点。我今天志廷是爱哭鬼，对啊，在他在原子少年的时候真的哭得非常多，要不要哭？就只要有画面都是他爱哭，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那你们母亲节要怎么办？帮妈妈怎么庆祝？我觉得这个发布会就是一个最大的礼物，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就知道说他的孩子是要开始有，接下来会有发展了。对，毕竟已经过了一年，然后也是这样支持我们一年多。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最大的礼物了。
个人觉得 OK 吗？他说问了吗？有没有叫他们亮身份证？有没有人疑过？有啊，有啊，问了耶。看官腔讲一大段，对啊，你有教的吧？没有啊，你都说想爱就去爱，没有公司没有禁爱令吧？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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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爱令。好，好像差不多了。还有什么？只要问一题吗？大家问到哪？没关系，没关系。下次专访见。你们有各自喜欢哪一类型的女生呢？哦，哪一型？嗯，太快了，就抢答题吗？抢答题。自己呢？像我，因为我最近在很认真看戏剧的相关的东西，然后有看很多电影或是影视类，然后发觉王静的实力跟她就戏剧中呈现的魅力就是非常令人欣赏这样子。她有男朋友嘞，要不要换一个？对呀。那你嘞？我也是王静。啊！所以刚刚有讲到恋爱那一题，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再等等。没有，我是王静，我有追踪王静哎。我都有吗？你们都喜欢？我自己比较特别，我小时候的偶像是白冰冰。冰冰姐，冰冰姐，棒啊！这个太特别了。哦哦，我的小时候偶像是安心雅。哦，对，现在非常可爱，然后又会跳舞。现在是 Honey， 就是韩国的。哦，我知道 EXID 那个吗？没错没错，本命。那该不会也会跳舞？来秀一下骨盆舞。好突然，太突然。先不要秀，下次再秀。好好好。然后他们今天四个妈妈也都有上来，这样。哦，有刚刚讲到，对。